男裝西裝嚟講有幾種，有一粒紐嘅，有兩粒紐嘅，三粒紐同埋孖襟。如果一粒紐嚟講，可以扣係可以唔扣。兩粒紐嘅應該淨係扣上面嗰粒，下面嗰粒係唔扣噶。三粒紐應該淨係扣中間嗰粒，上下嗰兩粒唔扣。而孖襟咧係正常嚟講係扣曬噶，啊唔會話飛開咁樣行行去。呢個是一個穿西裝的方法的傳統